冬至快要到了，七堵区自强里特地举办大小朋友一起搓汤圆的活动，不但应景传承民俗文化，也让里内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同乐，增加里民的向心力，气氛欢乐。传统说今天吃了汤圆就多了一岁哦，也希望说里民哦，借着这一天大家来搓汤圆来同乐哦，啊也祝福大家哦那个圆圆满满哦，身体健康。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也应邀参加，肯定这项活动。外面天气真的非常冷，然后里长非常用心，尤其每年在冬至前都会结合里面的大大小小，包括我们的长者、大朋友、小朋友一起来里面参加搓汤圆活动。那最主要的意义也是在传承啊，让我们回忆以前我们小时候啊，每到要冬至的时候，大人就看到大人在搓汤圆。我想这个活动非常好啊，里长也非常用心，大家一起动手搓汤圆，有趣又开心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